大家平安哈，我叫做 Jackie 哈 ，Jackie 哈。Jackie 的解释很简单哈，就是咱咧把那个汽车顶高的叫做 Jackie 啊，就是千斤顶的，知影？好，千斤顶就是 Jackie 啊。啊，你知影啥啦？叫做千斤顶嘛。因为千斤顶吼，中国无啦，啊，中国无吼，因为千斤顶吼会当顶起一万斤，你知影？千斤顶吼很强，可以顶起一万斤的。但是吼，中国人吼有那种自傲的心理啊，中国的国外的东西吼绝对不能只比中国强，所以吼他会把它贬低成十分之一，变成千斤顶。哦，阿伯本来千斤顶是上顶起一万斤的呢，都变千斤顶啊，知道？啊，所以吼、哦，全世界吼、哦，干阿倒位才是人，干阿中原的人才是人，剩的其他的拢反，对不对？中国就是这款思想，这歹的思想。啊，那咱了解中国的思想了吼，就知影讲这种文化，足歹的文化。咱今日吼、哦、要讲的题目啊。就是 Who am I? Who am I? 哈，听起来敢那外国字吼，其实英文原来足简单嘞。英文吼是全世界上简单的语言。26字尔，拆开吼，咱每一个拢慢嘞，对不对？啊，那较困难的是倒起尔嘛。中文吼是30几个注音嘞。倒起来阁较困难呢，对不对？英文是全世界上简单呢。你若唔捌咧字字吼，直接讲就会使。啊，你讲苹果 A P P L E， 直接拼，无像中文吼。你若讲你讲姓谢吼，你要讲介绍讲我是严孙寸，安尼才是谢。哦，所以吼无同款的文化，所以咧介绍无同款。英文吼较简单。咱阿伯吼，就是爱学英文。你唔通就是讲吼，英文足困难的呢。其实英文吼足简单呢。什么原因咱学袂晓？我就甲恁讲原因。哦，什么原因啊？这啊，恁住伫台东的拢知影吧？北新东的遗址啊，知无？现台湾上古的古早的人就住伫遐，北新东哦。50000多年前就有人住在那裡、哦、八仙洞它、哦、是台湾最早的文化、哦、长滨文化在东海岸 那八仙洞、哦、我上天去看、哦、已经差不多要把我们飞完了、哦、这就是八仙洞刚去、哦、在上海那头一坑这是我们台湾的一级古迹、哦、什么叫做一级古迹一级古迹就是上早的啦。啊，那一级古迹派什么卫兵去给咱徛，你知无？伊派神明去给咱顾，每一坑哦，拢派这神明去给咱顾。这是咱的一级古迹啊，看对咱有好无？哦，派神明去给咱徛卫兵呢。每一坑啊，这全岩洞啊。拢派卫兵去甲咱徛，派新兵甲咱徛。啊，那这讲到这三级古迹啊，40米啦，40米的古迹吼、哦，人伊派宪兵去徛啦。安、啊，什么人靠一代？派宪兵有牙枪的呢，派新兵是牙香尔呢。派这卫兵去徛，这也是40年的古迹了。前几天啊、哦，去拆我的厝吼，我的厝是48年的古迹啊。啊，竟然给他拆去，那阿伯陪我吼、哦。这啊，40年的古迹，你着派宪兵徛。安、啊，恁着知影讲吼，恁家若超过40年的吼，拢会去申请哈、啊，去申请。宪兵来阮家徛卫兵，知无？人伊毛同意啊，
对不对？伊即卖是毋是叫恁讲吼，恁家己去请保全就好啊？所以吼，四十年以上拢算古迹啊，吼，哎，这最近有无遐高中生啊，讲咧反课纲有无？当年拢去抗议一摆啦，讲你们教育部吼，都在帮我们洗脑的课纲，你这个课纲都在帮我们洗脑。啊，无咱就问诶，教育本来就是咧洗脑诶。啊，无那就教育，教育本来就是要洗你的脑，把你的脑脉拢个洗掉，安尼叫教育。啊，教育部啊，把你洗脑有啥物唔对？对不对？教育部本来就是要负责洗脑的啊。所以在课纲定出来，啥物原因？因讲啊，都是中国的史纲。啊，你别想着。你这个人到底是什么人啊？这都是台湾囡仔呢？这个台湾囡仔讲去抗议教育部啊，甲洗脑中国的教育，安尼有唔对？这教育部的课纲哦，这课表啊，这个拢用中文甲你教，每一节拢中文哦。连英文嘛，用中文给你教英文，对不对？啊，是安那安尼做？恁拢捌想过无？恁是虾米身份？遐个囡仔是虾米身份？人讲因是台湾人嘛，对不对？我食台湾出世的啊，食台湾米啊，啉台湾水的，我大家嘛拢台湾人。啊！那这嘞，教育部遐个，遐个官，大家拢知影，因是中国人嘞。啊，中国人甲台湾人是敌人嘞，对不对？较早台湾人甲啥人战争诶？甲美国人诶。啊，美国人甲中国人是同盟国呢。啊，咱台湾是日本人呢。两边是战争诶国家呢。啊，战争诶国家是敌人呢。我敢有可能甲敌人的子孙教好势啊？我是毋是读甲歹去啊？所以啊，我一定甲恁教做奴隶，教做我中国人的奴隶。上好，恁干会晓纳税金得啊？会晓讲中文，会晓孝顺，会晓二十四孝，会晓好孝孝你的老爸老母，安尼就好啊。啊，甲你教的拢错误的教育。啊呐，因为你是敌人的子孙，敌人的子孙，我当然要给你教好变奴隶。我敢有可能给你教英文教好？所以你自细汉读英文有无？伊幼稚园开始读英文啊，读到大学啊，啊你去甲外国人讲话也要讲话啊 ？Good morning，Hello， 过来无呀？什么原因？因为你是敌人的子孙，不可能给你英文教好势啦。我若真正要给你教好势哦，三个月就会晓啊，对不对？足简单的道理嘛，伊无爱教你会晓。是安尼，你学艺术学袂晓，你学音乐学袂晓，原因就出伫遮。你是敌人的子孙啊，敌人的子孙做奴隶就好了，知无？这些都在给你洗脑，给你洗脑就变中国人。当年都在抗议，有效吗？好啦，早起三节中文，下午三四节，你不介意？好，下次给你改早起四节，下午三节，这样好吗？好啦，好，没结结嘛，好。有同款吗？同款。那高三啊，不是同款，早起吃三粒，跟下晡吃四粒，意思相像嘛？改做来早起吃四粒，下晡吃三粒，不同款吗？有啥无同的所在？所以啊，去抗议啊，无效啦！哦，咱来怎样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唔能讲就是啊，你是中国人，台湾人啊 ，This is war。现在还在战争呢，你们就是好，很和平的，都没有抓枪，
每一个中国人都很清楚的，现在还在战争呢，是我们台湾人都不清楚呢。哦，人家是讲哦，即马做和平的啊，哦，拢会当选举啊，啊，恁到底在选什么举啊？哦，甲恁讲哦，大家拢来选总统，哦，恁就痛噶，哦，会当选总统啊。台湾人咧选中国总统，啊，恁嘛咧痛噶。讲讲你是台湾人，结果你的身份证摕来，每一个都中国人。佮就敢若讲你是台大的学生啊。啊，那学生证件摕出来，逐张都印普仁大学。啊，奇怪啊！你敢讲你台大的学生？啊，我感觉足奇怪。啊，你身份证件摕出来拢中华民国，啊，你敢讲你台湾人？足奇怪的代志呢。啊，奇怪，敢那台湾人无了解呢？人全世界大家拢知呢，足奇怪的代志。咱台湾的历史吼，是魏朝四百年前啊才开始写。迄阵啊，西班牙人诶来诶时阵啊，都甲咱炸文化过来，炸先进诶文化过来。西班牙人啊，伊来诶时阵啊，炸佛摩萨，好无？虾米叫做佛摩萨？西班牙人诶伊诶文化，佛摩萨就是真水诶所在啊。啊，伊每到一个所在，头一个登陆诶所在，即圣地亚哥，对无？啊，因爱食诶，叫做啥？西班牙人哦，爱食胖，咱台语吼、哦，胖都是西班牙人炸来的。哦，你若甲外国人、甲迄个福建人啊、福州人讲胖，伊唔知影虾米叫做胖。哦，迄是咱台湾人甲教了，伊才会知影讲胖是啥。哦，胖是西班牙人炸来的。啊，那过来咧，过来就荷兰人，荷兰人炸安门陀来，对不？安门陀就是荷兰人炸来的。所以咱台语吼，包括五六种的西班牙话、荷兰话、日语、中国文化荷兰、迄个荷兰话，啊，佮英语，安尼倒起来，这是台湾话。你唔通就是讲咱荷兰话尔呢？台语吼，唔啊，荷兰话尔，迄是荷兰话占较大部分，哦。即啊，较早迄阵啊，西班牙人的时阵啊。刚刚炸遐物件来的时阵，咱就看进步偌济啊！讲，过来荷兰人吼、哦、炸这个罗马拼音来，罗马拼音就是即马吼基督教的吼、哦，有迄贝维利无？贝维利就是罗马语，哦，罗马字拼音呢，写起嘛，敢那英文。因传西迄款荷兰文过来了吼、哦，咱叫做新港文，哦。这就是新港文，新港文哦，写起来敢那英文呢。即卖迄个基督教的吼，一挂阿嬷拢会晓读这白话字啊。因为孙常常看讲，哦，阿嬷你实在有够厉害呢，你会晓读这英文呢？阿嬷讲，唔是啊，这叫做白话字啦。其实白话字就是英文啦。哦，其实读起来叫做台语啊，白话字啦，啊写起来拢叫做英文，啊这就是汉文，汉文甲白话字的对照，这是汉人吼、哦，甲咱台湾人订的契约，哦订契约，汉文吼足够骗人，哦你甲人拍契约，你若用汉文拍吼，拢会输，所以拢一定爱搁加语言。加英文、加德文、加法文、加日文，哦，所以哈、哦，拍契约，迄阵啊，翻阿客，哦，咱台湾之后做翻阿客，因吉那人就讲，咱因吉那人甲翻阿拍的契约，哈，做翻阿客啦，哦，啊，咱台湾吼、哦，这白话字吼，冇咧算小呢，哦，咱台湾话吼、哦，算小安那算。那是365天吼，因记做3×100，6×10，5×1，吼，安尼啊，这365天，咱咧算明仔哦，也是安尼算法，吼，安尼算较简单啦，袂去哦灰过过去。这翻阿客吼，写起来就是安尼话，啊，订客哦吼，真啊人迈一步，
其他人因吼一定爱等因啊，才有算。哦，拍客哦，一定爱等因啊，才有算。全世界吼拢用签名的。哦，所有的国家拍契约拢用签名的，干那钱呐爱登因啊尔。所以钱呐人吼，你该拍契约吼，伊拢甲你讲，你无登因啊，无遵守。因个人拍的条约吼，无一条守的，就是因为吼，因拢无登因啊。啊，外国人无因啊，哪登啊？哦，因拢用签名的啊，啊，因拢无承认。汉语甲新疆文写的，新疆文书啊。在乾隆49年的时候，这朝在400年前为的地图，荷兰人为的400年前有法度为安尼吼，真正无简单呢。迄阵也无卫星呢，无卫星通好看呢。台湾有法度画到遮准，无简单啊！哦，1625年迄阵啊，荷兰人吼，因为啊，伊来台湾，伊要传伊的文化过来。所以吼，伊将基督教炸入来，基督教炸入来了吼，爱翻译圣经啊。迄阵啊，伊有翻译两本圣经，一本马太福音，哦，啊，一本是迄个约翰福音。啊，约翰福音吼已经拍无去啊，即嘛剩马太福音。马太福音吼，这是古荷兰语，啊，这是新疆文。哦，新疆文就是白话字啦，读起来就是白语。哦，即迄阵啊吼，咱的翻啊，咱台湾翻有无？伊就写伫遮 ，I am Formosa 有无？这是咱家己写，咱的翻写的啦。哦，台湾各原民族吼。拥有各自的起源传说。近年来，根据语言学吼，咱大部分的人吼，拢伫个叫做南岛语系的。南岛语系就是吼，包括对马来西亚啦、印尼啦、越南啦，这拢算南岛语系的。菲律宾吼、印度尼西亚、马达加斯加，这拢南岛语系的。哦，在人种上吼，属马来人种。所以台湾是南岛语系的分布的最北端，啊，这是荷兰人为咱台湾的番，这个叫做张乐，啊，这苏联的款啊，长林，这吼清茶拢比中国人较先进呢，哦，其他人迄阵啊，搁咧穿破棉袄的。1603年的时候啊，迄阵就是大明帝国的时候。什么叫做大明帝国？大明帝国就是英国的明朝啦。哦，明朝的时候啊，这个人写的册叫做《东番记》，伊内底吼写台湾的原住民族吼叫做东番。哦，住伫台湾遮拢叫做东番。当这个时期吼，伫台湾殖民的荷兰政府啊，迄阵啊，根据伫个印度因遐讲的吼，讲印度啊 ，Black， 拢咱台湾的即个番的名称，甲外国拢共平等。荷兰人去甲倒拢共叫印度啊 ，Black 吼，无像真啊人，真啊人拢共叫番，哦，全世界拢番，因为咱台湾的番就是即款的啊。啊，叫做番王，叫做番伯啦。其他人吼、哦，对全世界所有番王同款啦，干那中国人才是人尔啦。哦，其他拢太安尼啦，红毛番啦，有无？什么印度番啦？其实咱台湾人吼、哦，是百越族的。什么是百越族？你知道？百越族的人吼、哦。是母系社会。较早咱台湾吼，查某人才有迄权利通继承祖产，所以新疆文拍契约，大部分拢查某人咧拍契约。啊呐，查某人才有迄权利通继承祖产。
恁即马厝诶喎，那咧嫁娶咧做丧事喎，是安那诶母姑坐大位，有无？恁家母姑坐大位哦，阿伯阿叔迄边排第二位，对无？母姑较大，因讲母天公地公母姑公，对无？母姑公上大，所以母系社会啊，拢是母姑这边的。那哪是中国的社会呢？中国是父系社会呢，母姑那边是无地位的呢。哦，所以恁即马去到中国哈，你甲讲母姑坐大位，因为母姑是上硬板。哦，所以差就差伫遮，恁拜是地基主，是吧？中国是无迄个地基主的神呢。啊、哦，咱台湾才有地基主，才有母姑坐大位的呢。这就是为迄阵啊，南岛语系就是安尼来。恁老是在过星期有无？爱封顶，封顶的时阵，母姑那边爱来看，无袂使甲带嘞，唔多互恁暗杀去。所以吼、哦，啊，这个吼、哦，这就是因清国吼、哦，甲咱为咱的反啊。清国人哦，为咱的反拢安尼弯弯翘翘无，大家敢那拢翘骨的，拢无健全的。啊，荷兰人呢？荷兰人为咱这反无？咱的反者，大家嘛高强大汉，多一个翘骨，对不对？啊，就吉那人吼，就甲咱为啥这种诶，叫做反呐？哦，这种叫做反呐，叫吉那人。因讲咱台湾人虾米，男无情，女无义，鸟不语啊，花不香啊，哇，都、就是咱台湾人。这伫个番禺口内底有记哦。1661年的时阵，在台的民客才3200人了。电视就是电信公啊，入来台湾的时阵，炸37000来哦，病死6000。郑成功要的孙啊，42000个迁回中国，闽客被赶回大清国，台湾户口吼，伊记的闽甲番吼，拢是番啦。恁知影恁的户口顶头啊？哦，甲你写一个福利无？哦，恁就是讲恁福建来啊，福州来啊，卖讲啊！那是写讲哦，你会晓讲河南话番啦，知无？你这个是涉番啊啦，会晓讲河南话啊啦。啊，那青番的啊，未晓讲河南话啦。啊，那是闽的，闽就是吼、哦，你已经变作跟汉人的款啊。不过嘛是番，哦，台湾的番哦，分上侪种，三种嘛，青番、涉番、甲闽呐，拢番呐啊。这就是番的款式，哇！这大家围起来，这敢有成番？迄阵啊吼，咱台湾鹿啊足多，咱台湾人吼唔免烦恼食青啊。安怎讲？咱种的稻啊吼，种一冬会当食三冬，四季拢有鹿啊通好拍，拢免惊枵着。所以吼，台湾人吼足乐天呢。免惊无得食，所以清国的官来讲吼，台湾人讲一无所图啊，没有什么大志，那有什么大志？这几个大清一统治来底下来哦，台湾附祖国方福之地，无统中国名叫做东番。明朝的时阵啊，荷兰人所占，属日本。顺治6年的时阵啊，才去予郑成功占去。所以吼、哦，台湾是日本的土地吼、哦，因早都拢知啊。清国的皇帝人因早嘛知，哦。这就是迄本册内底话，东汉一统治内底，台湾府自古封福之地，无统中国名叫做东汉，属日本，好、哦、这是大清一统治内底写的哦。在乾隆23年的时候，那时候他命令所有的台湾人要姓中国姓，所以他把你肃姓、哦、你们这些番如果肃姓了就变成民，对吧？涉番肃姓了就变民，
所以吼，恁这个面啊，伊甲你数讲四几个十个姓，敢若五十个姓的款啊。此令一出吼，马上啊有六十几万人马上改汉姓汉名。乾隆四十八年的时候哦，国数姓的时候呢，已经增加到九十一万人。啊，迄阵啊，台湾的人口嘛才两百几万人，安尼就已经改一半较低去啊。啊，剩的超拢原住民无改啊。所以你讲恁的祖先为中国来啊，为唐山来啊，卖戆啊！你家己的祖谱编好清楚啦。迄、那个谢中庭有熬，淡水边有熬，啊，等于中国找祖先有找到无？啊，伊无比恁较熬吗？所以吼、哦，卖戆啊！台湾人的汉人的血统为倒来？为清国吼、哦、派官来台湾做官。中国官来台湾是袂使查某囝来的呢。啊，伊来台湾。中国人吼、哦，落地啊，若有钱，就会找小三啦。来台湾找小三生的囝，遐就是汉人的血统啦。哦，遐个官来台湾吼、哦，无囝爱留喺中国互皇帝压呢。啊，无你伫个遮甲我造反，所以吼、哦，中国官来个遮吼，只有找小三生啊。啊，中国人吼、哦，因为汉人吼、哦、有一个优良的传统，就是吼、哦，因感觉足自大的，他们是优良的纯种的，所以吼、哦，因拜托皇帝啊，卖阁甲咱遮个番薯姓啊，你甲遮个番拢死做汉人的姓，阮都甲因共祖先啊，对不对？阮汉人哪会使甲番共祖啦？所以汉人吼足生气的。啊，皇帝讲好啦好啦，无阿拜卖素姓啊，所以血统大乱，即个普姓汉姓、普氏汉姓了吼，将近三百年，咱的边部族啊拢超消失去啊，边部族啊拢变啥？拢变汉人去啊。所以吼、哦，咱即个边部族啊拢变做啥？变做汉化去啊。啊，其实嘛不是叫做汉化。叫做满化，你会记得恁的祖先呢？迄阵那个留长辫子哦，长辫子是千国人呢，那个女真人呐、啊，满洲人叫留辫子呢。汉人不是留辫子呢，汉人是束发而冠呢，对不对？啊嘛，我咧穿旗袍呢，汉人那有咧穿旗袍，旗袍是旗人穿的，叫旗袍，对不？啊，讲话汉人是讲什么话？汉人是讲河洛话呢，对吧？啊，那讲金达鲁语的，拢是满洲人讲的，对吧？啊，那有可能讲普通话，汉人不是讲普通话呀，正汉人是讲河洛话，才苏亚文讲的话，不？苏亚文就是汉人啊。哦，啊，那庄稼人呢？庄稼人就是番，伊是西北派，啊，苏亚文是东南派。对吧？苏亚文是百越族的汉人，啊，庄稼人呢是西北派，哦，啊，恁今物拢有捌看过黄俊雄的报道嘛？庄稼人啊，甲苏亚文今麦已经和解啊呢。你也知嘞，庄稼人是苏亚文的小弟呢。庄稼人讲比苏亚文较缘投啦，对不对？啊，恁看。看报的戏，拢应该知影嘛。所以吼、哦，来了解，人伊汉人吼是永远拢汉人的哦。咱呐即个犯，唔通去想要去做人的犯人哈、啊。人伊汉人是看咱做袂起的啊。伊讲咱台湾人安怎啊？专台吼无地回番呢。啊，恁遐佫讲恁的祖先为唐山来啊？专台无地回番的，所以规台湾拢嘛番。啊，讲恁家的祖先讲为唐山来，卖戆啊吼！啊，这台番吼上戆哦，一无所图，既无大志啊，怎么会有大事呢？所以吼、哦，派台湾人来做官吼，足轻松的，三年官两年满，永远无代志找小三，哦。
清国皇帝安怎讲咱台湾？伊讲哦，台湾啊，仅弹丸之地啊，得之无所加，不得无所损啊。敢那比赛遐大呢？鸡哪有鸡到对倒去？啊，那剑也无看，所以吼、哦、无感觉。康熙啊，最后伊采纳这施琅的建议吼、哦，和郑成功占的遐就好啊啦，免过去甲建设啊。台湾遐啊，毋是咱的土地啊，那着建设，对吧？所以吼、哦。在马关条约的时阵啊，下关条约的时阵啊，挂号日本天皇的时阵，一点啊都未心疼呢，对吧？伊甲日本天皇签约的时阵啊，那些将台湾啊永久挂号日本天皇的时阵啊，伊讲永久呢，迄、那个李鸿章伊安那讲，要挂号台挂号天皇的时阵啊，伊讲哦，台湾乃蛮荒瘴疠之区啊，蛮荒之岛，鸟不语，花不香，山不青，水不秀，岛上之化外之民啊，男无情，女无义啊，弃之不足惜啊。所以啊，啊真好差，台湾鼻塞大呢，对吧？不过吼、哦，这个清国的皇帝吼，足不要脸的，你知唔知？安怎不要脸？迄阵啊，清国的土地啊，殖民地啊，干那台湾的西半部尔呢，对不对？东半部才个原住民的土地呢，啊，竟然把整个台湾拢割予日本天皇，哎呦，不要脸哦！都干那你人卖土地予你啊，卖这间厝予你，连隔壁的菜园啊，煞共卖去，对不对？啊，天皇呢，唔知影。天皇就想讲，嗯，啊，你都菜园啊，煞无还，那遐个原住民啊，还搁咧甲我抗争，对不？那遐个原住民啊，那遐唔听话啊，明明都清国皇帝拢挂予我，那遐原住民拢啊搁唔听命令啊，所以天皇还搁派兵来啊，甲遮个原住民征服啊，迄就是安怎塞车克巴来哇，啊，雾社事件啊，遐原因伫遮。明明清国的皇帝都将整个台湾拢割我，啊，这些原住民拢唔听话，迄就是清国皇帝哦，足不要脸的，唔是伊的土地啊，纯粹割予人，对不对？你若讲买土地买安尼吼，纠纷的足大个，明明别人都连这土地都割予我，那这间厝嘛我的啊，那安尼，这个地那拢有人咧种作安尼，奇怪的是伫遮。所以、哦、中国人、啊、你要跟他打架、哦、一定要做清楚的、哦、条约印度可以无效啊，何况是契约，对吧？日本时代吼、哦，伊的户口成本吼、哦，顶头寄符吼、哦，寄房啊，去寄这个官啊，你唔通就是讲你是领导祖先为广东来的呢，啊，领导的祖先为福建来的呢，唔是啊，迄阵啊，日本吼、哦。一下是写讲，你是原住民，会晓讲河洛话啊，会晓讲客家话啊，甲你记好符啊，会晓讲客家话，甲你记广啊。啊，你若是中国人吼，你若是正中国人，真啊人，伊就甲你记清，因为迄阵啊大清帝国，哦，我遮都顶头啊符啊。代表你是会晓讲河洛话，啊，你有树阿片呢？啊，有只阿片呢？啊，你有产主诶，白卡啦，哦，三寸金莲呢？哇，就是产主诶啊！哦，日本人记甲真详细哦。你有打预防针呢？天花疫苗诶？哦，啊，你诶长辈第二种诶，第一种诶。啊！你是切还是切，拢记甲真清楚。啊！若其他人咧记，毋是安尼记啊？其他人写是写规本的，伊毋是安尼，伊袂晓造册啊。记甲真清楚无？啊！你只若写清吼，则是代表你是其他人哦。哦，你毋通就是讲你只写一个福哦，你到恁祖先为福建来，为福州来，无影无一只哦。你若给你写，你遐是清的吼，就是你为中国来的，啊、哦，像这给你
夫妇的，哦，你这第三种的啦，唔，让你知影你的种别是为倒来，就甲你为乌七白，这都七白，为乌七白哇，这都唔，让你唔知影要为倒来，哦，哎，让你敢那讲，哦，你敢那福建来无，福州来啊，敢那你是福建人啊，这是哦。既然你也要讲好多话啦、哦、你是欢也要讲好多话，安尼记。这伊能家具哈是日本的人类学者哦，伊讲哈，台湾大概它分四个族群哈，八族十一个部，这些哈拢也要讲原住民话，唔过到尾啊哈，拢差不多也要讲日语，因为日本人来个征服了啊。征服这些原住民了啊，爱派伊的贵族啊来甲原住民通婚，所以这些高山族的话，拢大部分也要讲日语，就是这个原因。哦，甲征服了，爱教因高级的文化。这些族吼，大部分即马拢阿伫啊，敢若平埔族无伊啊，了无？这些族群哦，爱安怎讲？伊讲哦，即个族群吼，伫个街仔路看吼，汉人甲原住民分袂出来。啊，汉人甲原住民甲分袂清楚，啊，遐个汉人是汉人咯、哦，遐个汉人嘛是番，对不对？这就是番啦，这个讲我做卢凯族的，这是头目哦，去日本留学，迪斯卡布里，恁捌看这个无？其实较袂吼，一个非洲来的原住民喎，嘛是超穿安呢。这去日本的人类学教室翕的，卢凯族的，安尼吼最欢咯。中国人穿的是无通个穿安尼呢，其他人迄阵是善家呢，无通个穿才水呢。日本人征服原住民了，派因去。参观因的丹后战舰，是安那恁原住民的舰书伫遮啦。阮日本人吼是偌先进的，舰感遮大，哦，恁来参观者。吉纳的文化安尼甲恁教，哦，只要你有恒心啊，铁杵可以磨成绣花针有无？迄是唔对的教育呢。你若读过机械，就拢知影，要磨成绣花针吼，要用钢啊，不要用铁哈、啊。哦，你若用铁线的话，卖用铁杵啦，用铁线吼、哦、磨成绣花针，你看会无爱？未无爱哈，无够钉啦，哦，一定要钢才会使啊，卖怣怣啊，佮相信中国的文化，什么铁杵可以磨成绣花针，那是假的，你家己骗的哦。是安那，因为吼、哦。中国人未晓练钢，对不对？中国人为当时才开始练钢。毛泽东迄个文化大革命有无？土法炼钢，迄阵才开始练钢呢。所以中国人根本就无钢啊。因一句话讲啊，好铁不打钉哦，好男不当兵哦。因迄阵啊，敢若有好铁跟烂铁尔啦。没有钢啊，所以哈、哦，中国人安怎？好男不当兵嘛，啊，你捌想过无？好男不当兵哦，怎么打胜仗？所以中国人哈、哦，自古以来唔捌战赢，所有的战争没有一场打赢的，除了那个叶辉有没有？叶辉打赢了，对不对？民国会啊，叶辉嘛打输，安怎讲？皇帝甲皇帝已经签和平条约啊呢，啊你叶辉吼，啊佫唔知死，佫第共拍，啊你是唔是叛将？那是阮某吼，电话卡十二通啊，讲叫我啊佫唔回啊，迄包爱离婚的啦。我皇帝落十二道的命令，你岳飞也唔敢回来，这是不是爱抬头啊？所以岳飞一定爱抬头的嘛，对不？
我甲人签和平条约，早就签好安尼。啊，你甲飞过一直共拍，人当然嘛一定爱拍输你。每拍一摆输吼，皇帝爱阁赔钱。你每拍一摆，我就赔一摆。皇帝是气甲要死哦。我都甲人签好势啊，你直直共拍，所以甲飞一定爱吊灯来抬头。啊、哦，叛将。中国人上哦，恨铁不成钢，有无？因未晓练钢嘛，所以中国有宝刀无？有宝剑无？有啦，有屠龙刀啦，倚天剑啦，青龙偃月刀啦。你卖戆啊呢？那是小说呢。你唔能就是真正有倚天剑、屠龙刀呢？关公也迄支嘛是。青龙偃月刀是靠重量的，迄支讲53克呢。你若派53克啊，你是要安怎战争啊？敢若关公好，力大无穷啊，扑落去吼，敢若靠重量就甲闷死去啊。日本人的武术都是每一支拢宝刀呢，对不对？外国人的宝刀嘛，每一支拢宝刀呢。啊，一个战争就会怎样？所以是怎样？苏亚文拢永远咧战输啊！庄稼人永远战赢的原因伫遮啦。庄稼人有宝刀啦，苏亚文拢无宝刀，所以永远拢咧走路。是怎样？爱去万里长城，伊无宝刀通去战争啦，啊嘛无好男通去战争啊，所以永远拢在战输啦，所以爱去万里长城。知道因这个宝刀吼、宝剑啊，是拢伫小说顶头才有呢。哦，你唔通小说看伤多，就是因真正有屠龙刀呢，有倚天剑呢，啊，佮有迄尚方宝剑呢，包公爷迄支诶，卖戆啊吼，连包公都无这个人呢，恁就是包公真正5000年来唯一的清官哦。包公是连续剧啊，中西的连续剧啊，中国历史上是无这号人哈、啊。哦，你唔通等于在找历史机关，那兵拢无包公，无这个人哈、啊，这是小说哦，要搞清楚。你唔通小说当作历史来看哦。因哦，中国人上敖啥？上敖烧肥啊，对不对？因未晓练功，唔过足敖烧肥啊。其他人咧烧肥啊吼，吼、哦，全世界足出名的喎，澳洲拢进口因的肥啊，进口肥啊了，拢囥咧壁橱的喎，吼、哦，看偌水的咧，敢若宝贝，唔甘用咧，足够养蚕的喎，啊，结果一起来蚕丝啊，拢外销的喎，皇帝才会使用，外国人才会使用，中国人无咧。无一新命通去穿丝啊的呢，丝啊拢爱外销啊，皇帝穿呢，对不？啊，即个肥啊，肥啊，然后较普遍、较普遍的啊，较粗的啊，只有一般百姓咧用啊。那较幼的嘛是拢外销皇帝用啊，也要放冲天炮。啊，恁知影吼？全世界，美国哦、欧洲啊、加拿大、欧洲。Australia 拢有迄森林大火有无？哦，定定拢嘛咧听因咧森林大火。啊，你捌听中国咧森林大火？中国没有森林好烧啦，所以他们的森林哦没有大火啦。因的森林拢安怎去啊？因所有的树啊拢撮去烧毁啊去啊。啊，做堤啦，做船啦，所以因的树啊拢撮完去啊。树啊，若撮完吼，就无动物啦，对不对？因为动物剩啥？恁知影？哦，迄只困无饱，迄只，对不对？迄只上出名，剩迄只是食竹仔呢，才有通个剩落呢。那只其他拢无啊呢？看偌可怜啊！中国的文化就是安尼，伊若看到咧叮当的动物吼。就咧想讲，这只是要红烧的，还是要清蒸的啦？对不对？
去溪仔边啊，看到遐鱼啊，吼、哦，即只足新鲜的，一定爱清蒸，用姜丝着。刚才想到安尼尔啦，看偌可怜啊！人全世界拢想讲吼，遐、哦、动物啊，小只的唔通好掠呢，小只的搁甲放倒去，饲大只唔只有通好掠，伊唔是，要咱鱼种个食好大。教咱台湾人讲，要咱鱼上好食，上营养。看恁有够戆的啦！小只鱼啊，拢食完去啊，有大尾鱼啊，通好食。啊，这款道理竟然想袂通，足奇怪的道理呢。人外国人咧掠虾啊，一定掠龙虾啊，爱量看偌大只呢。伤小只的拢甲放倒去呢。你若掠一只伤小只的倒来哦，爱罚钱呢，罚甲足重的呢。啊，若钱啊人呢？你做你个好了，好打啊打，伊会阁生呐，卖戆啊，生袂出来啊，哦，不然鱼卖食就好啊，卖遐戆吼。即个日本的武术刀，每一支拢宝刀呢，对不对？啊，这小台啊，这泼落水灾啊，中国遐个烂铁吼，马上就断去啊，所以战争吼，中国人唔捌赢过，哦，这足简单的道理嘛。日本人的选兵安怎选？这是来咱台湾选兵哦。迄阵要伫4000个兵，200,000人去应征。啊，兵哦，你会晓讲日语未？啊，你啊身材安怎？体重偌悬？拢爱兵哦清楚，袂当讲菜我只会吼去做将军啊，袂看呀。我只会吼，可能干会当做传令兵尔。所以啊，日本人咧敬兵啊，你身材要敬好呢，你平衡感安怎呢？你看大家拢高扛腰呢，这敬起来要战争，唔才战呢啊，对不对？啊，那遐好男不当兵的，做炮灰好呢，对不对？足简单的道理啊，是啊，中国人战争永远输的是伫遮。这伊两家据讲啊。山顶的凯达格兰平埔族吼，甲月牙楼顶头的汉人吼，体格甲脸型无法度人区别，安尼只爱讲叫汉人呐。接着伊能家具啊，哦，伊讲这汉人哦足奇怪的，这汉人奈甲遐番拢生做同款同款，哦，其实咱台湾吼，我甲查起来资料拢总有36族啊。有重名的啦，拢总36族。为遮开始吼，巴塞啦、古伦啦、巴塞族啦、巴普萨啦、塞夏啦、啊塞德克啦、道卡斯、巴泽海啊、周族、少族啊、巴布拉、遮马布拉、洪雅族啊、布农族啊，遮拢有重名哦。唔过吼，有记录的吼，已经剩14族啊，剩的拢已经袂记啊。啊，这有什么大满族哦？啊，其实咱台湾上大族的迄种哦，伊都唔敢讲，存款不足的嘛，迄族上大族，啊，恁因拢唔敢讲啦，因为大家拢存款不足。今嘛吼，拢超一村只14-15族吼，拢总才50几万人尔。啊，其实吼，归台湾拢嘛是只原住民啊。伊是干那，甲你分只用要灭作去的，只甲你列上去。第二哈，1922年哈，美国、英国、法国、意大利甲大日本帝国吼，都签一个契约，签一个条约，做《军备限制条约》哦。伊顶头就写吼，台湾甲澎湖是日本的领土。《军备限制条约》就是啥？限制你美国啊，干那会使有11台的航空母舰，所以即马美国才11台的航空母舰，有无？什么原因？伊一直爱淘汰，原因伫遮，哦，爱限制啊，袂当无限制啊。啊，无你即马认真讲，美国已经40-50台的航空母舰去啊，就是伊规定，你干那会使几台航空母舰？迄阵啊，咱台湾人若要出国，嘛爱载护照呢。迄阵啊，护照生做安尼喎，爱登翕相，
这个李治之善啊，是台北县新台北市吼、哦、放门街217番，这是台北台北市遐呀、啊。哦，要出国吼、哦，哎呀那啥，伊要去倒，要去清国的厦门哦，是无？为香港的领事馆遐发的款。所以要出国要扎护照呢，咱台湾人啊。这护照顶头哦，日本迄阵啊，马关条约接收台湾了吼，伊就调查户口。在1893年的时候，迄阵啊，咱台湾254万人。马关条约交台湾了，交挂了啊。1896年啊，迄阵啊，咱台湾啊，佫257万人，才成长3万人了。所以迄阵啊，因户口是交接佮真清楚哦。哦，咱迄阵有257万人哦。伊吼顶头伊就笑，日本吼佮清国人赶出去台湾哦。1896年的时候吼，迄阵的罗汉卡啊、乞丐无大个所在啊，拢爱赶出去。啊，還有羅漢卡，啊，還有漢人，攏愛趕出去的，啊，1897年台灣的居民分線處理的手續頂頭伊規定，第一條，5月初8進前哦，無退出去台灣平湖的，啊，佮佇台灣平湖有大的所在，依馬關條約看作是台灣的居民，日本的臣民。第五條伊講吼，你若毋做阮日本人，會使。在两年内底吼，将你的财产吼卖咧，搬出去台湾。啊，登你若要阁继续住台湾，会使登记做外国人。所以吼，咱这人拢已经变做日本人啊，拢日本的方面啊。哦，你莫阁地少想讲做汉人啊，所有的台湾人拢已经依马关条约，已经变做。日本的方面啊，你若唔做日本方面，无要紧，你会当自由搬出去台湾。哦，我无甲你管制，无甲你限制。哦，你会当自由搬出去，财产袂卖。所以第八关条约进以后啊，咱所有的人拢已经变做日本方面啊。麦克第想讲你是汉人啊，哈，是中国人啊，哈，是炎黄子孙啊，唔是黄色的，就炎黄子孙啊。伊拢甲你教啦，咱大家拢炎黄子孙了无？只要皮肤黄色的都是炎黄子孙啊！印度人甘炎黄子孙，泰国人甘炎黄子孙，越南人甘炎黄子孙，印尼人嘛甘炎黄子孙，卖戆啊！唔是黄色的都炎黄子孙啊！不过黄色的有一点特点，所有的黄皮肤的哦，几乎拢咧做奴隶，对不对？泰国人咧做奴隶，越南人咧做奴隶，印尼人咧做奴隶，中国人咧做奴隶，韩国人咧做奴隶。日本天皇啊，是看到做唔甘的呢。日本天皇讲，那会奇怪啊，全世界白人拢咧欺负这有色的人，尤其欺负黑人、黄种人，拢黑人甲黄种人咧做奴隶，干那白种人吼，这智慧。日本天皇哦，是悲天悯人的，想讲那咱黄色的那就较歹命吗？日本天皇想讲要把这奴隶拢救出来呢？唔过啊，一些的人一点啊都无感谢摩西呢。一些的人伫埃及做奴隶做几啊百冬呢？摩西把因救出来的时候，遐一些的人敢有甲感谢？电脑嘛，摩西呢？阮伫遐做奴隶是足快活的呢，有肉通好食，有通好住，有工课通好做呢。你把阮救出来要创啥？迄摩西是足无辜的呢，还阁互骂呢，把恁救出来还阁互骂呢。因遐阁甲摩西安怎骂呢？你把阮带来旷野创啥？还阮无水通好啉，无物件通好食，无地通好住，足痛苦的呢。迄天皇啊！是足无辜的呢。天皇讲啊，吼恁这奴隶，我要甲恁求竟然，搁互恁骂。
把恁救出来吼，结果去予美国甲我拍，美国甲我弹两粒原子弹，害我煞会拍输呢。啊，无恁阵已经毋是奴隶啊呢。问题啊，无人甲感谢呢。即个黄色的人无一个甲感谢天皇，大家拢骂伊是发动战争。人要甲恁救呢，无成功呢，煞怪予恁骂，怪老可怜。所以吼、哦，要救奴隶无遐简单呢。哦，人做奴隶是做到足欢喜的呢。即个奴隶吼，唔知影因是奴隶。因讲吼，这是大清帝国，有无？恁知影即支是大清帝国的国旗无？本来大清帝国是无国旗的呢，迄是伊的留学生吼去美国留学。嘿，那全世界拢有国旗，干那大清帝国无国旗啊？全奏请皇上讲哦，以这一支旗为大清帝国的皇帝的国旗。哦，安尼才为1889年开始哈、哦，才有国旗啊，叫大清帝国的国旗哦。啊，大清帝国这支国旗应该1912年，迄阵啊就去予孙中山给推翻了嘛，对不对？孙中山给推翻了。就用这支做中国的国旗，对不对？五色旗啊，你讲这叫、哦、这汉满蒙回藏啊、哦，五族共和啊，是那汉族拢红色的，因为汉人哦老火老上济啊，汉人几乎快灭光了，所以老因红色的啊。哦啊，您知影孙中山什么人无？哦，大家拢就是讲中国的国父哦。卖戆啊！孙中山是美国人呢。孙中山伫倒位出世的？伊甲美国移民局讲，伊伫陈江山出世的嘛，对不对？美国法律安怎规定？你那是伫我美国土地？交通工具顶头生的人啊，拢是美国人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若要做中国人诶，无遐简单呢。你就是讲，凊彩人拢会使去中国做中国人啊？唔是呢，中国人的法律是爱中国人甲中国人生的才会变中国人呢。唔是住伫中国的拢中国人呢，伫中国生的无一定中国人呢。你若美国人甲美国人伫中国生的囝，袂变中国人哈、啊，卖戆啊哈！干那美国吼，伫个美国生啊，即会变美国人。哦，啊，佫有一个方法，你若伫美国做伊美国兵，我那会使做美国人。哦，所以啊，美国人是创造中国的国家哈，伊、革命成功啊，所以，中国迄个总统什么人，嘛是美国人，对不？中国自总统来，拢嘛超美国人咧做总统啊。马英九嘛，美国人啊，对不对？阿扁啊，嘛美国人啊，阿公无啊。李登辉嘛是超美国人阿公。啊，其实做过中国的总统的，几乎每一个拢是美国人啊。啊，那这支，这支是海军的军旗呢，中华民国海军的军旗呢。来到台湾吼，迄阵已经流亡啊，对不对？流亡在1946年的时候决定。改宪法，讲啊，这支做国旗，伫1954年才公布哦。啊，你哪有可能这支是国旗啊？这支变流亡旗啊，哦，流亡旗啊，真正的国旗是这支啊、哦。啊，即卖已经去哦，这支取代去嘛，这支哦，这中华人民共和国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呢，简称什么？无啦，伤紧啦，中华民国嘛。对不对？啊，中华民国才简称中国嘛，所以用港一国嘛，对不对？吉那人哦，足厉害，对不对？因有毛是食甲脏水，无毛食甲清腿，对不对？有脚食甲头老腿啊，无脚是食甲倒龟呢。所以因足好食，对不对？所有看得到的叮当的动物哦，拢食大个。他们只要有一口饭吃就好了。这是所有、哦、中国人的思想啊！
你若要请中国人吼，你只要给一口饭吃就好了，有无？因中国人啊，若要去你遐上班无，伊唯一的要求无，只要有一口饭吃就好了。我甲恁遮中国人讲哦，所有的中国人讲，若要只要有一口饭吃吼，拢来阮兜，哦，阮兜欠足多，我给你两口饭吃，有赞无？哦，阿伯来，只要一口饭吃哦，拢来阮兜，我给你两口饭吃，哦，足赞的，好，你双倍待遇啊！哦，我的电话应该拢知影吼，马上打电话我，我给你两口饭吃，哦，这吼就是有毒的思想。所以一个见面都嘛问你啦，食饱未？人生干那为着食饱未呢？那是跟猪有什么不同？你如果只为了吃一口饭，你不用做人，做猪最赞，做猪，每天都睡饱吃，吃饱睡，又吃到肥滋滋，赞吗？见面就跟你问我吃饱的，咱见面敢不可以问说，你有平安吗？啊，你有损失无？一定爱问你有食饱无？拄伊便所出来，伊嘛甲你问看你有食饱无？迄上敖骗的人就是这样，卖干那为着食饱啦，哦，干那为着食饱吼，这上厉害哦。这个人讲相声哦，足好讲的。伫香港哦，八一摆吼，将这个菜吼报一摆。讲到足顺的啊，香港人自此以后拢叫做满汉全席啦。慈禧太后唔捌食到满汉全席呢，满汉全席是这个人创造出来啦。哦，你唔通就是讲满汉全席清国的时阵就有啊？唔是啊，是这个人香港讲相声才讲完，人家讲吼，你的满汉全席讲得真好。迄阵啊才开始有满汉全席的。慈禧太后无食到满汉全席吼，这王朔，中国的一个作家，伊讲很多事一直都在验证中国人是猪这个事实啊。伊安怎讲？伊讲吼，说中国人是猪吼，感情上不能接受，可他妈的很多事一直都在验证中国人是猪啊这个事实。不侵犯到他的时候，他就知道吃。你只要侵犯他的利益，他马上就惨叫；但是你丢一个馒头过去，他马上又停了。这跟猪有什么不没有两样的地方吗？尤其这个，这个公司懂我，讲我们根本就不配做猪。咱台湾人哪会使做猪啦？咱台湾人适合做番啦，知无？咱台湾人是无适合做猪哈。你知影这里猪安怎写无？这里这都是猪肉嘛，对不对？这里安怎解释？你字典等于甲翻哦。什么叫做家？就是亲人共同生活的地方叫做家了。啊，你的亲人通通是猪啦。啊，你甲我讲你是龙的传人呐？啊，无你是倒一尾龙，你嘛就甲我介绍一下。困伫个低调迄位凉吗？所以吼，中国人啊是低的传人吼，你不要被误导变成龙的传人哈。龙的传人如何听无？吼，这条歌是唱啊足好听的呢。唔过安怎唱都未比咱台湾人唱较好听，因为咱台湾台语吼，甲河南话啊分八音啊，啊那北京话。因为这五音不全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安怎唱都无可能比咱台湾人较好听。这只牛吼是一只母牛啦，美国哦，这只母牛这密尔克谢克，自细汉哦，甲狗斗阵大汉啦，一定爱食狗饲料哦。你用草食伊唔食？伊讲哦，我是狗啦，我一定要吃狗饲料。你的饲料没有放在盆子里，他还不吃哦。哦，偌西派的呢，偌伟大的呢，我不吃牛，我不吃草。结果呢，
这个叫出来的声什么声？敢有可能会叫吼吼吼？伊嘛是毛毛，对不对？啊，咱叫猪啊，教大汉唔能变猪去呢？即个猪甲你教中文的文化，你唔能变猪去呢？知无？即个猪吼是古早吼，就拢咧做奴隶安尼。偌古早？比秦始皇佫较早就已经开始做奴隶安尼。即要做奴隶，唔是遐简单呢？要做奴隶吼，爱买船票呢，对不对？爱坐船呢？坐去美国要坐两个月呢，坐去加拿大要坐两个月呢，才有通去遐做奴隶呢。去做奴隶创啥？去铁路啊！美国、加拿大的铁路拢叫人去的，对不对？这些奴隶吼，拢爱绑辫子有无？一个绑辫子吼，去到美国吼，人家看，这不干净。为什么不干净？连想都免想，你甲想，你的头毛若白安尼啊，你会偌久会洗一块头？拄啊好，伊迄阵做洗一摆拄啊好啦。放年假，做奴隶哪有时间好洗头？做奴隶时间足宝贵的呢。白安尼啊，你的辫子若白安尼，你若一礼拜无洗头，你就感觉讲这条头敢若要剁掉啊！人因差不多一年洗一摆，对不对？没啦，北安尼未生头破啦，没啦，所以是安那全世界拢讲因不干净的食，安那个不干净，因讲食饭爱用筷子啦。印尼人食饭有咧用筷子无？印度人食饭有用筷子无？搞手就好啊，手清气，这唔则。啊！你就是因为你的手无清洁，唔才用筷子，对不对？你的手无清洁，唔才用筷子。你若手清洁，用手食就好啊。印度人敢有比中国人较少？嘛十几亿人啊！中国人所有的手啊，拢凑去做猪啊哦。因为因为手拢无清洁，所以爱做猪啊。伊拢嘛甲咱教讲用手食饭，迄落无卫生诶，对不对？倒手食饭啊，无倒手切尻川，正手食饭。拜托诶，人要食饭之前，手拢清洁诶，对不对？啊，若无清洁诶，食落就超长正去啊。所以人因食饭手清洁，身躯清洁。啊，若真难人诶，猪清洁着，我反倒手清洁，身躯清洁无，对不对？所以因不干净诶原因伫遮。只要低清气就好啊，所以因低用作伤的哇，因免守时啊，努力那就要守时，努力有一口饭吃就好了，免守时啊。所以那呐，因为黑车呐误点的时候讲哈没关系啦，误点一两次而已，对不对？啊，那日本人诶。日本人的火车来慢三十秒，你来吼，伊爱道歉啊，拍谢拍谢。啊，那慢一分钟呢，对不起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中国人诶，晚点没有关系的，一点跟一分钟是差六十倍呢，唔过没有关系的，这个因不守时的原因，马马虎虎就好了啦，不诚实不？为什么不诚实？跟人打的契约不捌咧守的，因为安怎？因为中文你为倒边看嘛会使，为正边看嘛会使，为顶头看落嘛会使，为下角看去嘛会使，唔免倒点，唔免句号，唔免引号，对不对？你若甲借十万下摆因变欠你一百万哦，安怎？他只要在后面加一个零就好了。所以中文你要跟他打客的时候要碎理啊，不能让他乱乱点啊。所以你跟他打客的时候后面还要加一个什么？此约以英文为准，此约以中
德文为准，法文为准，日文为准，就是不要以中文为准哈，知不知？你当该拍客哦，拢用中文的呀，你文书的。所有的全世界所有的民众哦，甲中国拍客哦，拢无一条手的原因，就是伫遮。因拢以中文为准，所以因拢无咧收啊。遮个奴隶吼，去美国做奴隶吼，毋是遐简单呢。爱坐船坐两个月呢，爱一个踏一个呢。去到美国吼，坐两个月吼，差不多死六成去。有一届四台船吼，载2523个去哦。途中死1620个，死亡率吼六成几，这就是因吼六死三老一回头的原因了。啊，伊甲你骗讲啊啦，哦，骗讲哦，长山过台湾吼六死三老一回头，台湾海峡敢有遐危险？台湾海峡坐船免一工呢，爱六死三老一回头，无可能啦，啊！去美国的啦，去美国才是六死三老一回头啊！这啊，唔拿去美国，去加拿大，去澳洲，去南非，这啊，拢去做奴隶。去做奴隶的时候哦，爱搁家己炸鸡血去呢，哎，爱买船票呢，爱大个还爱钱呢。所以要家己先卖掉，因是无钱，然后买船票呢，要先借钱啊，借钱买船票去到美国，啊，趁钱才还中介，就敢那即马无，即马泰劳、越劳、印劳来台湾做奴隶啊，要先借钱呢，甲中介借钱呢，你甲讲奴隶是较歹听啦，因即马讲哦做玛利亚，有无？什么？太老啦，即因号做劳工呢，甲遮共款，即黄种人嘛是拢阿个咧做奴隶，吼、哦，啊，即做奴隶哦，咱唔免甲笑啦，咱家己本身嘛咧做奴隶，吼、哦，即抵达美洲啊，咧起铁路，即铁路吼、哦，起2800几公里哦。起完啦，即个奴隶吼，唔免翕相啦，奴隶无资格通翕相啦，美国人翕相，对无？东西合并的时阵，即去欧洲啊，即去铁路的时阵，翕袂翕相片啊？太平洋的铁路，即加拿大，加拿大去的铁路吼，3000几公里哦，伊的总理讲吼，即麦克唐纳伊讲啊。那无只个华工协助啊，太平洋铁路无法如期完成。哦，伊讲个足好听，即外国人哦，华工呢，刚才咱即卖咧叫太劳啦、印劳啊，同款意思啊。即、哦、抵达南非，南非是虾米国度？南非是黑人的国度呢，连黑人都请得起呢。对吧？有赞无？哦，请您来做甘蔗。这巴拿马运河啊，嘛叫这华工去起。哦，这巴拿马运河一个起好了啊，美国经营100年。呵呵，美国讲哦，啊，我们经营就好，你们中国人啊可以回去了。这中国人哦，偌唔甘愿的呢？阮起好煞来，予美国经营。即卖话吼，阮来替尼加拉瓜再起一条新的运河，换阮来经营100年。哦，甲尼加拉瓜的政府啊签约，签好了吼，偌欢喜呢！吼，阮会当经营100年。这条尼加拉瓜运河吼，偌大你知无？长吼276公里，宽230米至520米，深二十七米外。你捌想过无？
这条运河哈，276公里啊，都伫咧台北去甲台南呐。你塞车要塞3点钟呢，高速公路。啊，伊个乌比高速公路较宽哦，520米哦，深30米哦，乌去甲台南哦，吼，要用偌济人哦。5年就要起完啦，吼、哦，所以要派偌济，派偌济华工去哦，吼、哦，足济足济啊。所以这比尔，这个叫做贾博士啊，不是比尔盖茨，这贾博士哦，偌巧呢，吼，有遮济人有够赞的啦。您即摆吼，唔免出国，唔免买船票吧，唔免买机票，吼，我吼。无订单吼，恁就好啊！有赞无？我这 iPad、iPhone 啊、Apple 啊，全部拢叫恁做。好，我只要写订单就好了。你们连机票都不用买，船票也不用买。我只要啊写个订单给郭台铭，有赞无？哦，郭台铭完了，郭台铭比啊这本了，比。100万人来替他工作，哦，省掉的那个飞机票、船票，省掉多少钱？不赞，足赞的。所以现在生产出来 Apple， 吼、哦，足俗的哇！咱这人手一台平板哇，吼、哦，有够俗的啦。现在反正3000块就听讲买平板啊，一工就听讲赚个，哦，所以吼、哦。有够俗的，这贾博士足巧哦。啊，不过可能是安尼的原因，即马已经过身去啊。这个咱拢熟悉嘛。这个吼、哦，曼德拉伊讲啊，教育吼、哦、是用来改变世界最强的武器啊。啊，什么是教育？教育就是洗脑啦。这就是安那咱来叫洗脑的原因呢、啊。把你脑筋里的脏东西啊，要洗掉。你讲哦，我痛恨种族歧视啊，因为我认为那很野蛮，不论是来自于黑人或白人。伊家是无讲黄色的哦，啊，所以曼德拉足清楚的哦，人家有黄色的哦，啊，搁咧做奴隶，伊知影，伊无法度解决。天皇伊有法度改观吗？嘛无法度。嗯，因为黄色的人伤济啦，无像迄阵啊，以色列人吼才几百万人尔，即卖黄色的是几多亿呢？所以要救这些人无简单呢。因为吼黑蚂蚁的体液吼伤少啊。这红蚂蚁只要杀了黑蚂蚁，把它的体液涂在自己身上，所有的黑蚂蚁的子孙啊，通通变成奴隶啊。不过啊，曼德拉哈，目睭是无痴迷的，黑蚂蚁的目睭是痴迷的呢。黑蚂蚁啊，只要你身上啊是我的味道哈，哎，我就为你效劳了。曼德拉吼，伊目睭是看较足清楚的呢。阮这黑色的啊，拢咧做奴隶呢。啊，那遐白色的啊，拢咧做主人啊。唔过吼，这黄色的拢目睭青眉。恁这黄色的吼，都敢那蚊啊，蚊啊吼，蚊子啊，对黄色的是色盲啊。蚊子看不到黄色的，敢那咱这黄色的，拢唔知影恁咧做奴隶。做惯习啊，这些好多人哦，唔知啊，已经去予汉人灭族去啊。唔那汉人啊，连汉人、好多人、客家人、广东人，拢去予满洲人灭族去啊。所以即马拢咧请，拢讲什么话？拢讲普通话好无？感觉够好多话。感觉有客家话，感觉有广东话，像迄撮人咧讲尔，
脸皮就无啊啦。免几十年后，所有的人拢讲普通话啊，足简单的道理嘛。较早是较激烈啦，较早满洲满清的皇帝喔，哈，你不变成我满洲人吗？千国人喔，很简单，砍头，所有的人拢变千国人啊。啊，今麦因为民族的关系啊，现在不砍头了，不流行砍头啊。现在啊，用什么？用教育，把你洗脑就好了，对吧？所以啊，伊甲你骗安怎？哦，咱这所有的人啊，那么为登山来，啊变啊，因到我那为登山来啊，谢中庭因到我那为登山来啊，啊，等于找早敢有找到？对吧？所以你要等于找早啊，找较详细，伊唔当凊彩甲你报者，你就真正找到啊。哦，在肃醒了好不好？肃醒了哦，血统大乱呢。汉人是袂堪要咱跟共祖先的呢。汉人哦是偌高贵的呢，对不对？汉人啊，因干那会使做这呢？恁这番那会使跟阮抢位啊？阮汉人才有遐气力。阮汉人啊，才有遐勇敢，将家己的小鸟挂掉了。恁敢有法度？恁倒一个有遐勇敢，将小鸟挂掉来做官做宦官，对不对？汉人才有遐气力，然后练葵花宝典。恁番哪会使教阮练葵花宝典呢？阮汉人才会使呢，对不对？啊，无遐宦官呐，互恁做去，阮就惨啊呢。遐个宦官爱阮汉人来做，所以宦官做什么条条就开始做啊。锦西王进前就有宦官啊呢，遐个宦官做到清国嘛，还搁咧做呢。即卖甚至反正有咧做总统的呢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唔通就是讲，你要做宦官遐简单呢？要做宦官爱有迄勇气呢，将家己的小鸟挂掉呢。所以这宦官是足有钱的呢，每一个宦官拢足好个，什么原因？皇帝温准恁贪污，安怎？恁贪搁较侪，下摆拢变我个啊，因为恁无后代啊嘛，对不对？你搁较侪钱，嘛是拢我个，你的后代都无啊嘛，足简单的道理啊。所以恁做你贪，贪搁较侪，我都甲你讲恶了哦。所以拢阿伯拢变我个呀，足简单的嘛，只要把小鸟切掉就好了。哦，足简单，足好用的。所以这宦官哦，嚯，大家拢做有钱的呢。这宦官每一个哦，拢做好起来呢。尤其小李子，哇，小，你个看作小。这小李子，哇，这宦官啊，仇视良啦，高力士啦，这。这拢是做宦官的呢，拢做有名的宦官呢，自古以来呢。啊，这宦官有没有多一个是千国人？啊，有多一个是河洛人？拢是汉人呢。这宦官每一个拢汉人呢。尤其这啊，慈禧太后边啊遐哦，这个、女作家好在德龄哦。伊就讲啊，伊讲伊个老爸甲讲哦，因唔是中国人，不过吼、哦，因是中国人的主人，哦，因足清楚的，因是中国人的主人，因老爸甲讲的哦，所以因是满洲人啊、哦，福州人、福建人、广东人、客家人，拢去学汉化去啊，啊，汉化了后，搁去用。漫画去啊，所以即马汉人啊，嘛已经灭族去啊。这鲁迅伊讲，中国人是很容易变成奴隶的，而且变成了奴隶还万分的喜欢。为什么？哦，奴隶有饭吃啊，有屋子住啊。其实吼，这奴隶吼，佫拢无啥读册呢。因较早要读册无简单呢，爱好野人才读会起呢。
啊，那美国人诶，美国人吼，自细汉嘛是无咧读册啦，因细汉咧创啥？做囡仔诶时阵咧佚佗，读到高中诶时阵吼，佚佗已经十外年啊嘛，你就知影讲你对虾米上好啊？哦，你足够拍篮球诶，你足够讲棒球诶，你足够滑板诶，你足够冲浪诶，你阿伯拢安怎？大学马上来甲你学。哦，你这个 Michael Jordan 大学给你学，对不对？足够受罪的迄个大学给你学，学去做啥？学去迄个奥运比赛。啊，那吉纳人呢？吉纳人给你教吼，自细汉吼，你爱跟读册，爱给你灌中文落去，有无？给你灌中国文化落去，给你灌到高中，灌到高中了后呢，哦，叫你考大学。啊、你会晓啥未？我唔知呢，我唔知我会晓啥，我会晓考试。啊，读大学咧，我考到啥就读啥，对不对？啊，就考到医学生，我夹着手术刀啊，那皮皮抓，哇死啊！要安怎做医生？无要紧，反正考到的，读出来就是医生啊。烦恼你也要夹手术刀啊未？啊，烦恼你也要弹麦啊面，也要弹钢琴未？无要紧啊，反正我就是读音乐系的啊。美国不是呢？美国啊，哦，你这个足够拍篮球的，阿伯那个什么洋基队都给你学去啊，有无？大学都给你学去啊。所以安尼唔叫迄个专长，唔通我讲出来迄个中国文化，我给你读个大学，你也唔知影你会晓啥。结果咧？你访问电视的，你给你访问的时候，讲访问啥？那访问的小姐啊，讲现在的大学生都在干什么？那查囡仔讲没有啊，好像很空闲呢，很闲呢，有没有？啊，那大伯讲都在交女朋友了，啊，都在交男朋友了。熊卫那回答的最经典，伊讲啊，我都在学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有无？我你那可怜啊，这程度，竟然讲拢咧学没有跟没有了。美国吼，安尼你迄个能力才走会出来，哦，这就是啊，国小无国中啊，拢咧甲你探讨你是技能是什么。啊那咱呢，甲你教，自细汉就甲你管。灌中国的毒素，灌这些毒素，让你到现在呢，你没感觉是毒了呢？你没感觉中文是毒呢？为什么？因为你已经吃五千几年的毒素，没感觉是毒了。你一个出事跟你说什么？哦，你想猪的哦，哦，你想蛇的哦，你想马的哦，哦，你想到很可惜的呢。你只能够想禽兽而已。啊！你嘛做几啊千单，你嘛感觉足好个呀，想多个哈，真好啊！食饱困，困饱食。恁敢袂使想天上的星座，毋是真好吗？金牛座、水瓶座，敢毋好吗？你都爱想多，想龟狗牛、猪狗牛，你才会欢喜吗？哦，一个讲起都足顺个呢。哦，你想狗个，较大我三岁哦。哦，你赶快想多哦，安尼你一定较细我一七年。讲到有够顺的呢，因为恁读已经读到无想读啊，恁对这个文化已经无感觉是读啊。甲你教讲爱友好，二十四孝，为了母亲哦，要把儿子埋掉，还是犯杀人罪呢？安尼讲是孝顺，你要爱你的父母啦，不要孝顺你的父母啦。啊，在不？全世界人都在教你要爱你的父母了，你要爱你的子女了，你要爱你的朋友了，爱你的邻居了。嗯，他会孝顺你的父母哈、啊，孝顺你的父母一点都没有用啊！要爱你的父母哦。我嘛希望我的子女是谁爱我，不要孝顺我啊。所以文化，给你有毒的啊，你拢无感觉讲。已经毒惯死啊！你即马鸦片吼无数的痛苦呢。咱吼
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，我们今天课就讲到这，谢谢。